特别注意哦，最后的话其实就是 K 等于 K 加，啊，那再跑跑看哦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把这三栏把它 delete 掉，让它重跑一下。那这个我就不设中断点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得到了新竹，这个应该就 OK 了，这应该没有问题哈，哦，新竹市。然后验证的话，再来就是那个南投最下面这边就嘉义市，这个也没问题。哦，那表示我刚刚写的这样的逻辑哦，是符合目前的这个所要的哦，所以其实我只是增加了这几行的哦。那这几行的话，云端在27页应该都有了，所以如果你假设了，那不过我是建议哦，即便是可以贴过来，但是最好还是自己写写看，虽然没几个字，但是以后如果你懂得增加逻辑判断的话，那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那你说老师，那如果我还有其他的 bug 还是有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增加逻辑？是，当然可以啊。那加的方法很简单，如果你还有第三个if的话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再怎么样，把上面这几行复制一下，然后贴过来改也可以的。像这样，就是再一个 if，然后底下的话就是 else if else 啊，最后只有一个反思的话就 else。哦啊，你说还有没有还可以可以再增加？可以，else if 可以一直在增加。哦，那它的使用的结果呢，其实就跟那个上一方同学问到那个 select case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那只是说你可以一直往下放就对了。哦，OK，好，那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复杂了，我就放在这边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因为我需要让它可以查表了，所以其实县市这个地方，假设我增加了一个栏位，那我要透过邮递区号去查到县市的话，那理论上我需要怎么样？哎，把这个转换过来，A、B 这两个转换成第一页，那最后希望怎么样？再可以找邮递区号哦，一定要放在最前面，所以最后的话还需要多做一个动作，哎，就是把 F 栏剪下。然后呢，放到这边来。当然，这边有一个什么插入剪下的储存格哦，把它怎么样？把它颠倒一下啦，有没有？就是把那个邮递区号放在第一栏哦，然后县市就把它向右移动。那，啊，当然，你想说老师，那既然已经写程式了，那是不是可以连这个地方也把它一起做？哎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啦。啊，你如果假如哦不会写刚刚的程式的话，那其实一样可以用什么录制去其，有没有？就是点一下这边嘛，剪下来嘛，吼，然后再把它放到这边。但如果你会写的话，其实程式非常简单，就也是两行。第一行的话叫 colon 时 f 冒号 f 哈，然后点 cut，然后到这边的话呢，就是第一栏的话就是 colon 时有没有 d 冒号 d 点 insert 就 OK 了。所以写完之后啦，啊，这三行其实，哎，这两行其实蛮简单的，所以在我云端白板上面有放哦，所以我就直接就这两行，有没有？Ctrl C 啊，把 F 栏移到第一栏的程式嘛，啊，就这两行，OK。那主要是利用什么？利用那个colons 这个物件，指的就是栏哈，哦，啊 cut 的话呢，指的就是剪下嘛哈。哦音色的话呢，就是插入那个刚刚剪下的那个，也来让我们一下看看。如果 OK 的话，那表示应该没问题。那一样啊，我习惯是上面 run 完之后，这边设中断点，把它停一下好了。我来试一下哈，那上面的话跑应该这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我要移动它嘛，cut，F8 哦，一样动作了，insert，哎，有没有？邮递区号就被插入到这边了。然后最后我会加一个 auto feed 啊，auto feed 就是栏宽自动调整啊，因为如果你每次都要自己调整很累嘛，哦，所以直接 D 到 F 哈，哦，帮我调自动调整一下。OK，哎，它已经好像自动调好了，所以看不出差异哈，哦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。那最后呢，如果要查表了，当然就针对这个范围，Ctrl Shift 向右向下。那也许呢，哈，给它一个名称吧，哦，这个名称的话，一般 习惯会把这个范围定义一个名称，也许叫什么邮递区好了，偷懒一下，直接拿这个名称，哦，啊，你先把它选好之后的话，哈，哦，这个范围选好，在这个地方有个叫名称方块，哦，把这个范围 叫邮递区号 Enter，好，
那我们如果要查表的话呢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多一个栏位叫县市，然后呢利用那个最简单的 VLOOK 函数，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VLOOK 函数，这个应该很常用到。然后邮地区号的话呢， Table Array， 因为刚刚有定义名称嘛，所以 F3 里面的话就有一个邮地区号，按确定。那要查回来的是，应该指的是这个的这个范围的第二栏，因为要把县市查回来，所以这边给二。然后 range lookup 要不要找接近的？不要，输入零，零的话就 false 了，或者打 false 也可以啦，打零比较快。OK， 按确定。那底下因为这边是一个名称嘛，所以不用锁了，你就直接快点两下。那六万多笔的那个邮地区号哈的县市马上就被我们全部查完了。 OK， 所以得到的结果，这个就是最关键的这一个栏位。因为如果没有栏位的话，那未来再查可能就很麻烦了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县市啊。后面的话我希望统计一下到底这个县市里面哪一个县市耗电量，耗电应该指的是度数吧。那这个到底哪个县市耗的电最多？ OK， 那我习惯是这边千分位符号给他一下吧，然后小数点可能就不要了，不然的话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。不过你会发现它这个度数的那个单位其实都还蛮大的啦，我不管了，反正我们最后是希望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，然后呢统计一下到底哪个县市耗电量最高。 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那我刚刚主要增加了这两个把它剪下 insert， 然后把它查过来，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